毕业生向师长行谢师礼。毕业生小猴传，等一下哈，请同仁待会到前面来。那这一个空档时间，校长要特别请玉成妈妈，玉成妈妈来到我们会场哈，谢谢，请玉成妈妈到前面来。刚才校长有讲了哈，玉成妈妈还有本林老师呢，他们真的牺牲他们很长的一个时间，假日到学校呢来帮我们做图书的整理。那每一次校长看到都非常感谢哈，那希望我们也是再一次借由今天的一个毕业典礼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仪式，然后再次表达学校对他们的感谢。玉成妈妈，谢谢你哈，真的小朋友呢，因为有你们的一个付出呢，会各方面以后阅读方面会更加方便哈。那同仁请准备陆陆续续到前面来。好，我们同安的同仁请到前面哈。所有的同仁，我们赶快到前面来。雪芳，好啊，还有哪位老师？谢谢老师。祝你们珍重，再见哈。好，谢谢各位老师。感谢各位老师平常对孩子的一个教导哈。